士林官邸以玫瑰园闻名，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玫瑰花展，还有一年四季不时举办的各式花展。但其实官邸内还有许多参天古墓，其中通往玫瑰园道路旁的白千层就非常美丽。白千层又名脱皮树，是一种常绿乔木，原产于澳洲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。树皮灰白色，厚而松软，可以像纸一样一层层剥落，所以叫千层树。相传撕下白千层即将掉落的树皮，在上面书写情书，恋人便能白头偕老。春秋两季开花，花像密穗状排，长约15公分，宛如小平刷。花叶可提炼出芳香精油，具有抗菌、消毒、止痒、防腐等作用。它有优良的耐旱、耐盐、抗风、抗二氧化硫能力，适合种植为行道树、海岸防风林、工业区绿美化树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